报讯记者五知，12月26日，歌手2019在京召开发布会，总导演洪孝观宣首发阵容为刘欢、齐豫、逃跑计划、吴青峰、杨坤、张欣。据悉，本季邀请的 80% 至 90% 是创作型歌手，还有一位神秘国际歌手尚未公布。歌手2019将于2019年1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在湖南卫视播出。歌手2019发布会现场图片来自官方微博。据悉，歌手2019将采用全新赛制，清审即时电子投票，与结束后纸质投票各占 50%。 纸质投票规则与以往相同，即在整场竞演结束后选出最打动你的三个表演。而电子投票指的是每位听审拥有三次电子投票权，可在整场竞演过程中的任何时刻及时投给已登台的歌手表演，两种投票成绩相加即为歌手的当场最终成绩。刘欢在发布会现场图片来自官方微博。此外，现场还揭秘了踢馆赛制的新玩法。歌手2019将原本要谁来谁就来的踢馆赛变为你要谁来谁就来的台网联动踢馆赛，届时全民举荐的歌手将与专家推选的歌手现场对决，用二选一舞台对阵的形式，由大众听审及时决定哪一位获得正式踢馆资格。新京报记者武志编辑徐美林校对陆爱玲。